我希望大家打起精神，血脂多标。哎，要是追风在就好了。一场球赛是要靠团体的力量，而不是靠个人。你不要输掉了比赛，也输掉伙伴们对你的信心。我虽然不是很喜欢菲利，不过他毕竟是太子队的金口菲利。没有了他，校董会是不会答应我们的请求。没有了他，其他的球员也更难集合在一起。我能为你做的，就是这么一点点。